大家好，我是胡夫骑射，欢迎你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。我们今天还是给大家分享一个百威的 KOSS 的 Shockwave 震波。这款玩具在 L 级的体型里面的话呢，也不算太小了啊。但是呢，我们这一次的百威呢，还是对它再做了一点点的放大。我左手边这个是官方的版本啊，这个放大的感觉就比较明显啊。上一期给大家做的这一款这个 SS43 的一个。KO 版的话呢，放大有，但是非常非常的不明显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部外星坦克车。尽管在第三集呢，它没有一个变形的画面，不过呢，这个造型好像在很多的这个影片上面还是能够看到啊。然后来看一下那个涂装，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，好像是普通涂装，是不是震波还有一个精涂版啊？各位可以就会给我科普一下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其实官方的配色的话呢，其实更加的鲜艳。它这个紫色跟它的紫色相比较的话，我们光是从这个上面这个泡的一个感觉，其实官方的涂装反而是可能好一点点，甚至在分色上啊，我也觉得有点迷啊。这个后面的这个推进引擎的部分，官方是属于一个银色，然后里头是一个古铜色的涂装。相比较的话呢，这一款百威的版本呢，反而就变成是一个黑色的塑胶，然后加了一些类似干扫的效果，似乎还没有官方的来的有诚意啊。那后面的整块部件，官方只是一个比较暗一点点的塑胶，那这个百威版本反而是更加的一个浅。那总和来说的话吧，就以一个涂装的样式来说，我真的觉得百威的这一款上面反而没有官方来的好看。甚至你看这个地方，它这个手臂这里啊是有紫色的这个漆面的，而这个的话呢，有一点点的干扫而已。那它的一个改良的地方的话呢，有大概就是三处吧，主要是这个手刀的这个部分，它变成了是一个填补完整，而且是一个比较硬的塑胶啊。你扣的位置呢，可以扣在侧边这里，就是我刚刚一开始扣的位置啊，你可以扣在这边。这个为什么我对不准啊？好，你可以扣在一个侧边，你也可以把它拿起来扣在正上方啊，正上方也是可以，就只要有孔洞的地方的话，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安插。但是我觉得扣在侧边这里可能比较好看啊，可以填补这一带的一个空洞啊。你可以看到这一侧，那这一侧的这个炮管的部分呢，这个管子你要接这个洞还是接这个洞，好像都可以啊。像我两个，我就故意把它错开啊，放在不同的一个位置上面。那在这个 Shockwave 的头的一个摆法的话呢，各位也可以自己去做一个调整啊，看你是要把它遮起来呢，还是说没有遮起来，就直接让它露在下方啊，这个都是看你个人那个喜好的。那另外它还有一个改变的地方，就是它的一个手指啊，这手指的部分呢也是有做一些修改的。待会的话呢，变形的时候呢，各位就可以去看得到啊。那我还是觉得吧，扣在侧边这里啊，是不是这个坦克的形象会再更好一些些？那我们可以放出上一期给大家分享这个 Megatron 啊，两个都是外星坦克啊。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种，有履带的这种交通工具的，看上去就是非常非常碾压的一个气势。我们来示范一下它的变形啊，非常的简单啊，两个，这个地方呢，锁扣呢，把它给打开，两侧都有啊，两侧打开，打开之后的话呢，先把脚的话呢给垂直的给放下来。然后脚的话呢，把它给回正就行了。后面这个部件的话呢，我记得是把它翻到后面来，这里就可以了。这里直接转动一个方向过来，到这里啊，形成它的一个脚后跟。但是这个脚后跟的话呢，我觉得站立性还是有一点点不是很稳的。这里锁扣，把它往上挑开，挑开之后呢，后面这里锁扣打开啊，这里两侧打开，然后胳膊两侧翻出来，翻出来之后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把这整个背包给往上面抬上来。抬上来之后啊，两侧这里有组合卡扣，把它给扣上去。然后后方的这个背包啊，这里是一个双动关节，把它给推下来啊，这里把它给扣上去就行了。脚的话呢，直接往上捏到底，扣进去啊。这个管子的话呢，稍微躲开一下就行了，扣进去啊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原本的这个手刀还是什么来着？插到侧边来啊。好的。那么最后就是把这个头啊往下面给扣进去啊，恢复到它那个原位。我们这一款这个百威所推出的这个 KO 版的 SS 震波啊，就完成了它的变形。这个脚好像有点没有长短脚是怎么回事？好了，这个站立性的话是很好。我手上的官方版本呢，这个脚的话呢，脚踝处呢。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反正把玩起来稍稍有点偏软软了啊。
然后在大小尺寸的话呢，这一个振波的大小比较明显能够看得出它的这个尺寸是有差别，光是这个炮的这个粗度呢就有明显的差距了啊。那整个胸膛啊之类的你可以看一下，我们就不得不提，其实真的以涂装来说，这不就它的整个一个紫色的部分都是比较偏淡嘛，甚至你看在这个肚子的部分啊，官方这里是真的是涂的有一点点生物感的一个机械，而反而这个百威的版本居然是直接是塑胶色而已，比较奇怪啊，这个就是非常人觉得比较不知道怎么去形容的。那这一代也是，你看官方这里都还有一些点缀的紫色，它整个都没有，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那这款玩具的话呢，它的一个手掌啊，这个地方是单独的，每一根指头都可以动。原本官方的版本是直接一块零件而已，那背后的造型就是如此这般。那这个脚后跟的话呢，各位就做一个简单的调整就行了。然后玩具的可动度也各位大概讲一下吧啊，头部是一个球馆手臂，360度转动没有问题，平举的话也有一定的幅度，但是这边的话呢，受限于这个炮的话会稍微有点影响。腰身是卡死了，没有办法动啊。脚的话呢，前后左右膝盖啊，然后这个接地什么都是有的啊，甚至脚后跟也有一个辅助的一个关节。整体来说的话呢，是一款非常霸气的振波的玩具啊，以电影系的振波来说，这款应该是还原度最高啊，变形也是非常的简单啊。那至于说你为什么会需要买这一款，可能你的比例来讲你可能需要更魁梧的振波啊，这个的话因为它是 L 级的，稍微放大一些啊，不像之前的那种更大 oversize 那个就非常明显的，它的一个优势的话呢，可能就是你要做一些比较稍微小一点点比例的这个组队，或者是说你单纯觉得说没有地方放，那你想买一个啊，或者是说你觉得官方的这个软胶你无法接受，那这个都是你可以考虑这款的一个卖点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，非常期待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